探讨活动六之一，力的平衡。一，将钢圈放在纸上，取 AB 两个弹簧秤勾住钢圈的左右两侧，在钢圈的中心画上十字记号。二，双手同时拉 AB 两弹簧秤，调整两侧的施力，使钢圈维持在十字记号的范围。想一想，平衡后，当增加左手的施力时，右手应该如何因应，才能将钢圈维持在原本的位置呢？答：右手应增加相同的力，不论哪一只手改变施力的大小，另外一只手皆要施相同大小的力，才能使钢圈维持在原本的位置。